7月14号杜德志关耀俊出席活动，分享健身心得。Orlando 贵为星级健身教练，艺人学生众多。他分享早前方力申为柏男士内裤广告，望短时间内操练以最佳体态示人，结果却减磅过度。有一心印象嘛，他可以做到过了龙的，即系太瘦啊！唔知你记得啊？我记得佢叫佢太瘦。太瘦啫，干系干咗，反而到完拍完告白嗰日，隔咗几日之后咧，佢咧就哇，我哋又去打边炉啊，跟住佢饮少少啤酒啊，点知完咗个剂之后咧，哇，我幅相靓仔到爆，我哋即刻同佢讲笑，我肥翻啦，一掹出嚟，哇，嗰时候如果去参加比赛，佢真系头三名攞牙。Orlando 笑称 Alice 太有规律，佢亦都提醒大家唔好操练过度。提起细佬杜德伟，十分享受家庭乐。Orlando 表示最近 Alice 常留家中，令到佢有更多时间陪伴儿子成长，大大增添父子之间嘅感情。佢大赞 Alice 系一位好父亲。佢就绝对唔会闷啊！喺屋企同个细个 B B 玩，咁太太又好好嘅，成日煮啲好靓嘅餸。咁我都会得闲，佢哋成日都好好嘅，叫我一齐去请佢食嘢。